原标题吴宣一鼻头和下巴尖道，能说玻璃网友脸上像标了个双箭头。昨天火箭少女在深圳举行了飞行见面会，据说孟美岐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去到现场，不过其他十位小姐姐也是为大家带来了用心的表演。从官方放出的图来看，火箭少女这次合体成员们都漂亮了不少，该减肥的也减成功了。画面上齐刷刷的大长腿，远看大家的颜值都很 OK， 但用手机看直播画面切到特写时，原本看不出来的问题就暴露了。你没看错，在火箭少女的特写画面里被抓包的居然是吴宣仪。当镜头切到吴宣仪时，她依然绽放出甜美的笑容，但这次似乎哪里不对，她的下巴尖到都可以戳人了，还有鼻头也是一个完美的倒三角形。吴宣仪有个致命的黑点，是笑得太放纵，以至于露出全部的牙龈就显得很油腻。这一次吴宣仪还是原来的那个，她还有了尖鼻头加尖下巴作陪，颜值就显得一言难尽了。有网友说吴宣仪的脸上像标记了两个箭头，哈哈哈，这话好像没毛病。昨天的吴宣仪让大家直呼不敢认，有网友质疑她是不是整容了。他们还放出吴宣仪小时候的照片来论证，从小到大吴宣仪就是小圆脸，还有吴宣仪刚出道时的图也被拿出来对比，大家说他那个时候的鼻子下巴脸都是圆圆的长的挺奶的，是讨人喜欢的。但从前段时间的机场图来看，这下巴的弧度真的够吓人的，怎么突然就成了蛇精脸了？快说下巴里是不是藏了一颗鸡蛋。豆瓣八组还有人来举行投票，瞧瞧投票结果，2000多人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。有了吴宣仪这波新瓜，网友的评论也成了快乐源泉。有人说吴宣仪这个下巴是想隔着屏幕戳到我吗？有点慌，去录了挑战吧太空，难道是在飞机上把假体撞坏了？这下巴可以戳破玻璃，乍的一看吴宣仪还有点像银角大王。网友也很优秀，立马就给你献上一个吴宣仪版的银角大王，简直毫无违和感。吴宣仪 cos 金角大王也不是不可以。吴宣仪的侧面也让大家欢乐了一波，这侧面实力壮烈，表情包里的月弯弯。CTRLCCTRLA 吴宣仪从出道以来一直都以甜美的长相圈粉无数，尤其是直男特别吃他这款甜美饭的长相，最绝的是甜美中还能走出性感的味道，也就是韩圈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叫 baby sexy， 这种女爱豆太要命了。结果颜值说崩就崩，我看评论区竟然有吴宣仪本命，都说这一次在脱粉的边缘试探。吴宣仪崩了没事，你有姐妹作陪，毕竟孟美岐前段时间也崩了。上一周孟美岐在微博上发了段接近于素颜的视频，她崩的点在于没有了眼妆，简直像换了个头。甚至有网友说没有了眼妆的孟美岐像戴了假发的房祖名，一对比妈爹失散多年的亲兄妹。也不知道火箭少女最近是不是到了水逆期，一个二个的那张脸依次被人诟病。第一名的孟美岐崩完